那我这黄鱼不是你让他回去回来。我第一次见到锦鱼的时候啊，我觉得他特别有男人味儿，然后还特别帅气。平时排练嘛，然后因为要增进感情，然后我跟顾海，也就是锦鱼，我们一直是睡一张床上。我见到黄锦鱼的印象呢，就是觉得他挺 man 的，然后挺帅的。这三位给机会说一下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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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我是许魏洲，然后我是黄景瑜。啊，谁跟自己饰演的角色是最近的？黄景瑜。啊，你的意思黄景瑜也傻？没有，我没这么说。穿那个老棉袄、啊、老棉袄，我穿那个给我披的那个老棉袄啊，我一愣，我先看黄景瑜那张照片呢，我第一眼先看到黄景瑜。黄景瑜是一个老大爷的那种形象，不，这边上那是我啊，那个穿了一个也是穿了一个棉袄、嗯，大红的，嗯啊，我还行，嗯，我觉得黄景瑜估计哪儿都不想做，为什么？他想站着呗，罚站呗。黄景瑜。黄景瑜呢？出来！那蛋糕是我那个留给我们景瑜的。来了，走这儿干嘛？我问你说，今天你辛苦了。我在出专辑，然后景瑜在拍戏。你好，黄景瑜，许魏洲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说即将要离去。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，不要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情意。